Hello， 大家要继续 Pokemon 的绝对云文嘅。好，咁今次翻到嚟咧，我哋就要过嗰个包围网啦。之前就喺呢一度包围网包围住呢个嘅精灵球嘅。咁我哋逐个逐个打啦，因为我要偷嘢系啦。好，哎呀，你个样睇你唔错。好，利多难偷，我冇嘢偷嘅，我都冇嘢偷喎呢、這个。OK， 臭臭花偷嘢，我冇嘢偷，转咗死性啊！呢、這个我可以睇到你嘅全部，咩个我嘅全部偷，哇又冇嘢，转咗死性，跟住冇嘢偷，咦？做乜唔打佢啊？头先用咗地面技先，之后再换水技 ，good 水技，好在，咦？液态尾巴，液态尾巴其实要唔要？其实。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液态尾巴我唔系唔想学，但系咧，因为呢只嘢咧单纯特性，只要俾人减一减攻击，就会变减两级，咁所以其实要同唔要，要我先咯吓、啊，我睇下先。其实我想睇下我能力值，哦，物攻高啲，但系减咗物攻嘅 ，OK 嘅，可以照用住先嘅，试一试咯。到时唔得嘅咪换冲浪咯，系咯。之后再谂啦，好 ，OK， 居然冇得偷嘢，呢个咧，呢个咧偷呢、這个偷咗啦，居然咁喺度阻住我运动，我冇嘢偷喎呢啲，咁乖唔用道具，我真系好乖喎，唔用道具喎呢班，系一个道具都唔用喎佢哋，哇佢啲虫明咁劲嘅，魔老风呢只一嘢车死你。唉，算啦。哇，好争呢两个啫。喂，乜都冇讲啊呢、這个。嚟张爆弹剑王先啦，嚟增级变化，增级变化。好，巨钳蟹增级变化，增级变化。再嚟。好，铁甲杯增级变化，岩切增级变化。佢并浸想赢我，哇！佢咪放咗咩啊？王者之冠啊！我咪头先惊啊！只嘢好似系好，我嘅朋友唔知讲嘢，唔话知得唔讲嘢啊！头先佢哇，太阳特性剑网先，阳光烈焰剑网多下先，哇！咁都射唔死啊！好波液态尾巴，哇！终于死咗啦！头先见唔到食咗三下阳光烈焰。天朗气清呢度用毒粉，岩石风，咦佢居然唔用火技啊？唔系，因为我牙呢、這个口脂肪、啊、所以唔怕火，冇嘢偷喎、啊，真系金珠唔系话为咗咁嘅垃圾金珠成班人喺度围住，唔系啊嘛，开玩笑吧，好。我们走了 ，Go Go Go！ 唔好理班黐线佬，我邪教意识。诶、欸，咩噶呢只？呢只系咪嗰只钢铁嗰只啊？唔记得叫咩？大嘴蛙。你好嘅大力，我同我大嘴蛙走，你可唔可以帮我搵嘢食好啊？身上冇嘢可以食。我有红烧鲤鱼，你要唔要啊？不过喺我屋企。诶、欸，我要赢，我一定要赢。护林院偷白色香草喎，隔招啊 ！OK， 呢啲先系训练家噶嘛，带道具喺身，好似嗰啲嘅穷鬼啊！睇嚟好强，追求强劲对手系训练师嘅本能。隔招，我冇嘢偷，切裂唔需要啊！切裂系啦，唔需要，我唔需要会心一击呢招，我反而想要用头锤。因为头锤会惊啊！哇，三遇三呢、這个咩啊？遇三加系啦，突然之间醒唔起嗰个点读嗰、那个词语。每遇我都要得到罕见嘅精灵，一招力量香草，又系力量香草，一招。哎，揿错掣，力量香草。嘟嘟嘟嘟
打晒。诶，呢个未打咩？睇呢个样咧，就觉得你唔错。哇，夹破龙偷大树果，海牛保护逐流。好，好，大树果得。诶，入冰洞咯要，最憎入冰洞，好烦。顺势鸟偷，冇嘢偷，可惜。好，又系呢个怀念嘅 BGM， 估唔到喺度相见，唉，我仲有乜水嘅添。好，阿仙唔好记得点玩，咁样咁样，咦唔系错咗？之后点啊？谂下先，咁咩？死啦！唔记得点玩添，死咯！咁样系啦，唉系啦系啦，咦管住喎、啊，哇下马威，你都几巴闭喎！我经常会喺度咧修炼我的精灵，无论呢度有几冻啊，当精灵同人咧某一方面同步起嚟咧，人或者精灵都会变得强大。信念、勇气、坚持系我同精灵同步嘅嘢。我擅长用冰系，并唔系因为佢哋咧拥有寒气逼人嘅威严，而系冰系脆弱而又系锋利无比。呢一点唔难理解，相信你喺挑战我之后咧，试试准备我四只四打四。哦，四打四啊，好啊，偷晒啲嘢我，偷，好。我是一个小偷训练家，不好意思，你以为我是几正义？ Sorry， 我是一个小偷训练家嚟啊！所有嘅精灵嘅嘢我都要偷走，所有训练家嘅嘢我都要偷走嘅，应该冇得入噶咯，找埋训练家先啦咁，打埋我道馆先，转转转转转，好，我是一个小偷训练家，冇人可以阻止我偷嘢嘅，哦，所有人嘅嘢都偷，包括四天王嘅嘢我都要偷。OK， 四打四啱啱好四隻。OK， 嚟啦！如果冰系嘅话，最好就用岩石打啦，用大菊花咁真系，因为我大菊花有岩石，但唔系喎，我要偷嘢喎，咁即系要换呢只先啦。好，唔理啦。哇，呢啲系冇得意啊呢一度，但我哋唔系玩嘅，一嘢偷咗你，皮色腰带，四制爆啊！海狮、瞓觉果，哦、偷晒啲果实，睇你点用。想叫管主咧，扭霸咧要动脑噶啦。抗火果一嘢冚死你，冰鬼狐，滑落冰，飞冰添仲用，大菊花，原始力量。哎呀，点解又热冰咧？唔好咁啦，好唔好啊？仲飞冰添佢，剑王完全打唔入啦啩今次，好、啊、想打入我呢条鱼，休想啊你，有冇重生啊？冇重生，咁即系翻去啦。但我最想偷嗰啲咧系嗰啲道具，而唔系嗰啲咩树果，啲树果啊咩力量香草呢啲我根本好少用。反而嗰啲咩果嗰啲嘅围巾，专爱围巾，专爱头巾嗰啲咧，嗰啲先好用，嗰啲我先系真正我想要。系咪发系咪发震啊？系咪喺度震啊？同我对战，吔屎啊！冇嘢偷居然，死穷鬼啊！哇，真系冇嘢偷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撞死佢！铁甲背，鲶鱼先。剑王，好，液态尾巴，冰针，进级变化泥浆，打唔中，冲浪，哇，好嘢，好在赢到啫，哇，变晒色啲人，乜都睇唔到，喂，睇下华丽嘅轨迹啊，哇，华丽嘅轨。亏你讲得出啊，乜都睇唔到我。咦，我身有嘢，唔怪真系偷唔到啦。我唔记得拆走佢，抗火果，用嗰啲药佢先。
你居然口硬无齿咁用药，吹咩？哦，睇先呢度点打？咁样 ，OK。我知道纽巴斯山强大嘅秘密啊，偷你嘢，好烦啊！啲下马威，小山猪偷佢，放火果撞死佢，地震。哦 ，OK。精灵咧同人一样，只要活住就经历好多嘢。我都经历过各种辛苦。作为人生前辈，话俾你听，我喺你出世之前咧，已经同精灵一齐经历咩风险丰富好多。走俾你睇下东之柳人称，睇下你有几巴闭。柳巴，哇，最憎呢啲麻烦友，冚死佢！呢、這个一定系个咩抗火果，好相信。好健忘，哇，痛到咧佢呢下，输啦呢度要。车死你！车死你！雪妖女，回去先。哇，回得咁少啊！系啊，因为暴风雪影响。哦 ，OK， 黐马筋。哦，再嚟个。哇，再只贝贝龙啊！救命啊！偷嘅嘢，皮色腰带嚟喎，原来。冚啊！惊啊啩，死仔！睇诶呢个嘅鲤鱼龙啊，唔系唔系贝贝龙，大菊花啦，贝贝龙，飞叶，暴风雪，带入个埃飞冰，死仔爆啊！地震雨，呢、這个用爆打爆打，哇咁都唔中，爆打。系咪妖女啊？慢马猪仔喎，力太尾巴 ，good， 佢用地震啊！呢度走一走啦，打老比出嚟食蕉，哦，冚咩？仲有只鬼，剑王，哎呀，唔够佢快啊！我的天啊！冇得打我呢只，系咯唔够打。我先用臭角之后先可以打中佢，如果唔系我打唔中佢。正凡奇迹种子，跳上啦！哦，冚啊！冚死佢！冚死佢！啊，呢度转只鲶鱼啦。暴风雪，哎呀，又结冰啦！好，冇啊！我又结冰，黐线啊，真系！咁你唔介意我食药啦啩？有咩可能结冰两次啊？同一场里面有可能么？夹屎啊！慢马嗰个臭猪，赵勇啲臭猪，臭猪，哎，死咗臭猪！魔法叶片，哇！雪崩，好波，香甜气息，呢招废技喎，减对方回避率，雪妖女，光合作用完车啦，啊！黐线，oh my god！好烦啊！只雪妖女，佢雪妖女系高速度噶，其实应该砌一砌，应该可以打得赢我队。不过要谂一谂先，再睇睇先。一嚟就系嗰只麻烦鬼。冚啊！哇，仲结冰添。唉，点解要咁做啊？加速度，雪妖女啦，已经用，唉，唔紧要啦，你咪用，扯死佢，顶住，哦，顶唔住啦，剑王，哇，痛评分，唔使啊嘛，痛评分。
求住。哇，好咗得，哇，但系都要死啦！佢居然快过我，搞错啊！剑王开多下先，又结冰真系黐线嘅，好嬲点解结冰啊？哇、哦，结冰几多场啊？要六弯啊，就嚟七弯未啊？好翻到嚟啦，咁我已经练完 level 啦，咁你见到我身后面咧就系呢个黑老家啦，其实都升到几高咧噶啦，而家。好，咁而家就三十咧嘅黑老家啦。咁其实都叫练过下努力值啦，因为我有买到呢个九圈啦。咁然之后就帮佢练咗特攻同埋速度嘅。咁我唔知佢满未嘅，咁啊求其啦。其实都打咗好多场啦。咁而家就冇喷射火焰，得火牙同埋火苗围攻同埋咬嘅啫。咁呢一个都 OK 嘅。咁嘅话就开始啦。黑老家应该可以一嘢打死嗰只臭雪人。但系唔系喎，我醒起佢有气息腰带呢条友，得。咁呢度用翻王者之证啦。OK， 嚟啦。最紧要就系打嗰只咁啊雪嗰、那个妖女啫，其实一嘢撞死你。背背龙，背背龙啦，就梗系大菊花啦。飞，好，有得你暴风雪。好。啊！四仔爆啊！呢个冚死佢，雪妖女，黑老家呢度火苗啦，系咯，哇！十万伏特咬佢 ，Oh shit！ 佢用十万伏特啊，转地震先，之后用液态尾巴 ，good！ 哇！又结冰，死仔爆真系唔生性啊，真系。呢度用火苗啦 ，OK， good 啊，慢马呢只冚啊，廿四哇飞兵打靶仔啊，我一定够佢快，但系我用边招技打佢好呢？火牙啦系，但系 火苗因为唔够攻啊，咁火牙咯，火牙咬佢咯，死唔死呢？哦，回心一击都系救得咁少。唉，真系阴功，咁都输。唉，唔生性有结冰个位，啱啱 ？OK， 唔紧要啦，应该赢到呢场。运气问题，即系运气问题。呢铺应该 OK。王者之证，专爱围巾。你打我仲用咗专爱围巾添，黑老家。到你啊！撞佢。撞好魔法叶片，整多两下应该死嘅话，整多个好雪妖女换黑老家之后用火牙神马伏特，哇麻痹，即刻制度不得了，10%又系10%，你睇尾巴，你睇尾巴。唔好啊 ！OK， 呢度用呢条啦，你睇尾巴。唉，偷得，偷得。哦，大菊花用预测嚟，飞兵。哎呀，点解又麻痹噶？系咪真系咁易中啊？定系真系教过嚟啊？之前我打其他 Pokemon 嗰啲都唔会系咁喎，喺呢一个版特别劲，一定系改过嚟啦，系嘛？我真系唔信冇改到咯，差唔多集集我都麻痹同埋中毒或者中冰嘅。你睇人哋嗰啲就冇事，我啲又系咁中，一嘢飞埋嘅，好。雪妖女用黑老家火牙死啦挂金铺，你唔死一招液态乜车死你啦，臭象压屎啦，仲唔赢
好精彩，知道有呢个坚强咧，一定可以克服啊！收档啦，你卑鄙小人，啊屈机咩？唔俾任何人训练师进入啊！唉，得得，有空过去睇嘛，唔想同佢多讲嘢啊！好，咁终于赢到啦，都几辛苦下打得。虽然有黑路加，但系冇喷射火焰都系冇乜作用啊。不过都叫做打得赢啦，暂时胜好。咁今集嚟到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